赛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开箱仪式，我们即将让各位一睹三件精选珍宝的庐山真面目。Mr. Kodashi 将为各位说明文物的意涵，并且由陈科神父协助翻译。中文翻成山虫，因为它有山虫的，是教宗闭月九世他得到一个礼物赠品。当然我们在梵蒂冈有很多的那个山虫馆，这个是其中最重要之一。首先是它的历史的背景，然后它的材质里面，它就是那个造成这个山虫馆的一些宝石。这是1854年有一个西班牙的女皇伊莎贝拉送给教宗，当时的教宗闭月九世。相传这个山虫馆之所以那个女皇送给教宗，说一般来说先是表示女皇她的对她的信仰的虔诚，且表示向教宗表达她的敬意。后来我们做一些研究发觉到，原来这个赠送这个动作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古俗的那个意思，就是古俗以前西班牙跟意大利跟教廷之间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纠纷，做一个小小的动作来做一个古俗。这个山虫馆有两个那个作家制造的，是在马德里镶嵌做好的。第一次教宗闭月九世戴的时候是在1854年的圣诞节弥撒中。从的那个艺术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山虫馆它的特质就是有18000小钻石碎钻，18000。当然宝石本身是有它的那个价值，可是有些无价宝石那个手工那些钻石是怎么被雕琢的，怎么被镶嵌上去的，而且从不同的那些师傅啦他们的艺术，他们贡献的是无价之宝。通常三重冠是在教宗任命就职登基那天戴上的。三重冠就是有三个皇冠叠起来的，有三个意思。首先教宗他是所有王子中的王子，是君王中的君王，是领袖，然后他也是基督在世的代表，他也是众人之父，所以三个意思用三个冠叠起来象征教宗他的身份跟地位。